生气。范老大呢？啊，范老大，不是，大姐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爸他岁数大了啊，对不住啊，来，你坐会儿。让我坐我就坐呀，你算老几啊？我老二，我范老二。我不找老二，我找老大。你把范老大给我叫出来。行，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是不是？来。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呢。楼上装修吵着你们了是不是？放心，闸我给他拉了，这回清静了吧。行了，大家我回去睡觉了啊。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这都几点了我还不回来呀？不是，你去加会班。是，我这都几点了我还加班啊？你别，我哎呦，家里边有客人呢。对，这是我发小。你快，小土豆一边咕噜咕噜。这时候回来干啥？你就是范老大吧？什么范老大呀？好汉做事好汉当啊，是不是你拉的我们家电闸？哦，楼上装修那就是你们家呀？哼，我还正要找你呢，这都几点了你们家还装修啊？扰民了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家这电闸我拉的。范老大，我告诉你。行，我跟他说，这事交我啊。不用，干嘛呀你呀、啊？我都听说了，你都让人家给罚下来，都看大门去了，你拉人什么电闸呀？等会儿，你看大门的，你不是物业的？我是物业的啊，对，他以前是物业，这不是前两天啊，一车主违章停车，他也是好心，找俩人给人家抬边去了。等会儿，他咕噜咕噜，怎么了又？我不是不想吃，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、啊，它有股怪味儿。什么味儿啊？汗饺子味儿。别瞎掰了，哪来的汗饺子的味儿啊？我也就奇怪了，我爸今天怎么了？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。这不，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？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。太回来了，有吃的吗？有。哎，有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饺子呀，这是，我尝尝。是不是这味道是很独特吗？爸，回来，吃饺子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，我要不给你留，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。爸，还是你坐吧，我带了个新朋友，是吧？志远，来，志远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志远，这是我岳父，你叫大爷吧？大爷好，这是大妈好。哎，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？什么眼神啊？这是我的爸比，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。对，这是我二妹妹。哎，姐好。哎，这是我二妹夫。哎，二妹夫好。好，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。啊，来，你不饿了吗？吃吧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，慢点儿。我不饿。我想醋有吗？醋，有醋吗？还要吃醋？盘子就醋啊！再来点饺子，你再来点饺子，你再给他弄点饺子。来，志远啊，你过去，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。这小体格这么能造。哎，二妹妹，给我也弄点，我还没吃饭呢啊。彪子，哎，这个小伙子他是……哎呀，爸呀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呀、啊？哎呦，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！这吃饭这模样啊！行啊，试试，拿着吧。太好了！哎，等会儿，我这里边有5块钱，我拿出来。哎呀，我知道啊，不就5块钱吗？明天连5块钱带着个盒，我就还你了。不是，顺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咋的？你大姐夫一个月就50块钱零花钱，我好不容易攒了5块钱，这5块钱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。你给我的妈呀！你还好意思说巨款？你放心吧，我也不咪你的盒，5块钱，明天早上我都还你。忘不了啊！啊，行，等会儿。这还上着锁呢，这还钥匙给我。你看你，这是个装饰品啊，假的。你看，你打开就完了。你看，我这里边还有5块钱，看见没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你整个锁是。
整个锁是装饰啊，装饰糊弄人呢、啊，这把我给糊弄了，这看你平时挺聪明的，傻了吧？行了，放心吧，大姐夫。哎，行，好，哎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别忘了啊，明天联合带五块钱一起给。哎呀，一块还你，放心吧。好，这就行了。哎呦，我把我这五千块钱，我搁这盒里，神不知鬼不觉呀！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呦，把它搁这儿，谁也不知道。打电话。喂，喂，你赶紧来拿钱来吧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借给你这五千块钱啊，你嫂子她不知道，你嫂子现在正睡觉呢。啊，我跟你说，钱总，哎呦，怎么到了还打上电话呀？嘘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嘘，你嫂子睡觉呢。来，赶紧赶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明天早上把这盒还给我啊！什么、啊？走吧走吧，钱在里边呢，拿走。等会儿，亲兄弟明算账啊，我得数一数。数啥数啊？我相信你，是我不相信你。赏月呢？啊！赵刚子，我跟你没完。丽丽，我丽丽，哎。对，别我，哎呦，过不了初一，过不了十五，今天就是十五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王丽丽，我可没躲你。你没躲我，你们全家都躲到院子里来了啊！来吧，说说咱俩的事儿。你俩有啥事儿啊？对，是他无情的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弄走。你儿子啊？对，就是他养那条大狼狗。啊，是他。无私的把我的隐私给公布于天下，啥意思啊？哎呀，他不是装了个探头吗？你不是王丽丽，装探头那不是为你的事儿吗？你不是说有人偷窥吗？我们就是找这个偷窥的人，就是还没找到呢。哈哈哈，你装的探头挺有成果呀。没什么成果呀。我已经到咱们的物业啊，查看着三天探头的记录。这个偷窥者抓住了。抓住了，是谁呀、啊？就是他。不是，我说丽丽啊，这可不敢胡说，咱得有证据啊。对你不能胡说呀。证据，铁证。我每天9:30是我洗澡的时间，这个时候他准是在我的窗户外头溜达来，溜达去。第二天。9:30，正是我洗澡的时间。这时候呢，准在我的窗户外头溜达来。